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 ，I am old man in a new game， 欢迎各位再度回来老头的游戏试玩时间啦。今天来试玩这一款游戏呢，叫做《饥饿杀世界》手机版哦。老头很久以前呢，曾经玩过《饥饿杀世界》PS4 版本的哦。那后来没有继续玩的原因，是因为 PS4 版本的《饥饿杀》呢，它是属于买断制的。所以说它的内容就是那个样子，不会再更新了。不像手机版这个样子，就是不断的更新，不断的增加新的内容。好，所以说老头就没有再玩 PS4 版本的《饥饿杀》。那今天呢，来玩一下手机版的《饥饿杀》哦，里面看见了非常多新的内容哦，非常的酷炫哦。好，然后这次十周年的活动呢，里面好像多了一只机械饥饿杀，就有点长得像库斯拉的那种感觉，不是库斯拉啦，哥吉拉啦，每次都讲错。好啦，反正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开始游戏哦。好，这个手机版的话，游戏玩法应该大同小异啦，大同小异啊，多个优惠要你氪金这样子。那这个游戏呢，基本上，好像比以前佛了一点哦，据说以前比较坑，是不是啊？然后这是可以买它的造型，它的造型好像也会增加能力，这样就只要15颗钻石，我可以买那我在犹豫要不要买啊？管它的，15块钱而已啊。然后这个鲨鱼种类好像比那个 PS4 版本的还要多非常多啊。到后面那个惊叹号这边有一只终极巨齿鲨，这个要170块钱。我应该可以慢慢存个170块，可是它只有三天的时间，我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在三天的时间之内存到哦。然后还有就是呢，它因为这个十周年会有那个机械饥饿杀嘛，我们这个鲨鱼任务点进去，你看到这一只哦，叫机甲杀吉拉啦，这一只呢，它好像只能靠这个机械图纸呢去完成哦。我已经完成两项了，所以说我现在拿到了两片。那他每一只鲨鱼都有每一只任务啊，那个任务全部解完90个蓝图就可以解锁这一只哦。我看来要花一点时间弄的啊。哦，那如果你觉得要把它入手有点麻烦，你可以去氪金花钻石，哦，10个钻石就可以马上免费让帮你完成。哦，就是各种方式这样子啊。然后最近30天的活动，我好像留领了这一只这只是送这个什么白顶礁鲨，这是另外一只哦。不过我应该先玩这一只吧，我先把它的这个任务全部把它解锁，然后金币的话，我觉得先省着点好了，不要乱花。OK， 我们直接开始啊。对啊，这边要500个金币，所以说我们要获得500个金币。我们就可以拿到一个图纸，然后这边两个图纸，这个还没有讲说要，还没有讲说是什么哦。这边写说解锁前三个任务就可以解锁这个东西啊。OK， 直接进来哦。哦，一样，如果你们喜欢呢，记得按下订阅、分享、留言、按赞啊。啊，对老头来说呢，是非常大的帮助啊。OK， 我继续来吃鱼啊，重新出发啊。立马赚了一点钱啊！手机版怎么感觉看起来有一点卡顿的感觉啊？有点卡卡的感觉。这些怎么都吃不了啊？我只能吃小鱼啊！哇靠！后面那只鲨鱼咬我，我要赶快获得黄金冲刺啊！哇，这些都是鲨鱼。我可以咬它哦。好，把它吃掉。吃了你哦，然后这个也会升级哦。你看现在这个我们的鲨鱼升一阶了，只是我不晓得我现在是几等哦。反正总之我就是已经升级了这样子。那这个升级的话，跟以前 PS4 版本的应该是差不多啦。我有点忘记了，那个印象不是很深就是了。自从破关之后拿到隐藏鲨鱼，就没有再继续玩下去了。他连这个人被吃掉的声音都一模模一样样，有没有？我赚了多少钱啊？才一半而已啊！天哪，才一半而已啊！然后这个好，这个的话，提供给特殊鲨鱼或更大的鲨鱼收藏品，每日的宝箱。按下去看广告之后，他就告诉你在哪里，是不是？那我要怎么按地图啊？
这个游戏我记得有地图不是吗？哎，按错，它不是有地图吗？这继续嘛？地图是哪一个啊？啊，按下去地图才会出现是不是？啊，管它，看一下好了。OK， 哎呦，地图出来了。U 在下面 ，Y 在上面，我们先去吃这两个。啊，不行啊，这都没撞破，我要怎么拿宝箱？哎、欸，哦，可以拿宝箱，我们从这边下面过去啊。那我们现在只有三个字母，我们要冲上去拿 H， 再下来。哎、欸，好多宝箱，这边一个 G， 全部吃完我就变超级大只这样子。我们要不要收集一下？这边有一个嘛 ？U， 可是在这之前我不能死哎、欸。我死就什么都没了、欸，所以我还要持续吃东西啊，持续的吃不能停，然后还要啊，还要设法把字母凑齐，这是不可能的任务啊！下面有个宝箱，我想要先去捡一下。有，这边有个钻石，哎、欸，钻石别跑啊，谢谢。我有，我要吃这边的鱼。补充一下能量哦，又黄金冲刺的非常好。可我不能吃金鱼，直接撞下去了，等什么？哎呦喂，哎呦喂，宝箱我看见了、哦。哇，这一局我撑好久、哦，这一局我撑超久的、欸。宝箱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我要死了啦，撑不住了啦。宝箱的下面，哎、欸，可以免费复活，看广告吧，耶、yeah, ，复活啦！我要捡宝箱，谢谢。谁都不能阻止我捡宝箱，好爽哦！刚刚那个宝箱给我多少钱啊？感觉算，我已经完成了一项任务了。哎、欸，那我可以看解锁的任务吗？不行。哇，购买永久地图还要花50钻石哦！啊呢，也是啦，免费的最贵嘛，对不对？上面这个是什么意思？那个 O 那个圆圈圈的是什么？哦不，哎呦，差点撑不住啊！这个是什么东西？哇，我刚吃的那个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刚刚吃了什么？我自己也不知道。我要捡 H， 啊！还给你慢动作啊！我锤！阿布伊，麦哥，麦哥辣凉啊！黄金冲刺，完了！我不应该走这里的。我要吃 H， 我应该从另外一边。我在白吃什么？完蛋了，完蛋了！这个超级冲刺完全浪费掉了。哟哦，这边这是钱吗？这是钱吗？这么爽的哦！吃这个钱我还可以增加生命值，什么鬼啊？哎，靠杯好痛哦！哦，我没有办法捡啊，我一次就挂了。解完了、啊，这是什么？在太平洋岛吃掉所有金币。不行，我必须要完成这个任务再看一次广告吧。耶、yeah, ！我又复活啦！先吃金币好了。那个 Hungry 不要理他了。这个吃完我才有办法解锁、哦。哎、欸，好多、哦，好爽哦！怎么那么多？哇，一直吃一直爽哎、欸！他要带我去哪里？钱钱要带我去哪里？钱钱，你要带我去哪里啊？好遥远哦！哎、欸，真正把我带到哪里去的、欸？疯狂黄金冲刺就饱了，舒服啦！感觉我快吃完了，来啦，给你炸啦！吃起来，吃起来，吃起来，吃起来！
赚很大，赚很大。寂寞寂寞爽，就是爽，吃掉你！这个是连大鲟鱼都可以吃啊！等一下，我们的金币吃完了没有啊？我找不到剩下的、欸，这个吗？这边啊，吃完了，没关系，吃完我也死了，我觉得值得了。好，我们不要救了，要花钻石，好爽啊！秒升级，解锁下一只鲨鱼，要多吃一点，这样最高阶十级，对不对？我们把升满等呢？啊，没办法升满等了，可惜。哇，我快要可以解锁下一只鲨鱼了，任务全解完，爽。OK， 这个鲨鱼不升级，其实我觉得没差啦，好不好？我们来看下一只鲨鱼。这一只啊，白顶礁鲨，它的任务是什么？25000分，吃掉水滴鱼5只。水滴是谁啊？金币要1000个，这个简单啊，这个。好，我们使用它，然后哎，这也可以买哦，一样是15块钱。我们给它装一些装备好，我靠，这个好贵哦。回收大炮这可以装，这个是送的。我、哦、这还可以免费耶，先不要好了。呀，继续看一下。嗯 ，OK， 解锁了。上面歪在上面了、啊。哎、欸，没吃到。啊，吃到了，吃的有点辛苦啊。UH 还是很辛苦哎、欸。算了，哎、欸，这边我好像过不了哎、欸，感觉一开始就过不了，就不用刻意了吧？我觉得，好吧，我们就先来赚一下那个任务分数好了，2000，2万5啊，对不对？25000，哎呦，好痛啊！25000，我觉得一下子就可以达到了吧？没有很难啊，现在已经5000多了呢，没有什么难度了。这个水母应该不能吃吧？然后刚刚说吃水滴鱼，水滴鱼在哪里啊？该不会水母吧？水母叫水滴鱼，这个翻译不太对吧？这里吧，我记得我以前玩 PS4 版本好像有进来过，这边有宝箱可以拿。等一下，那个食人鱼我吃不了，是不是？哇，这里有鲨鱼啊！没关系，我们重来。等一下，我按错了，是不是？啊 ！My God！ 哎、欸，我卡住了。不要！靠，好痛哦！哎、欸，我刚刚怎么突然卡住啊？就到现在，我还不知道水滴鱼长什么样子哎、欸！天哪，我刚刚按到钻石了，喷掉了1块钱。不要不要！哦哦，不要！这是水滴鱼哦，哎、欸，解完了呢，有点莫名其妙，笑死！那我们现在不能看我们原本的任务这里啊，再是什么1000个金币收集哦。收集1000个金币，这个就有点困难了。哎、欸，这炸弹炸我居然没有受到严重的损伤哎！这边鲨鱼太夸张了啦，这里为什么我可以装备啊？算了，能装就装，装一次吧。我要看一下新鲨鱼，有鼠鲨。全部解锁，关于 S 的全解锁是不是 ？S 级可以装备一个宠物，他们也可以在金币冲刺时获得3倍可破坏。哦，好哦，我们的任务还没解完呢，所以说我们还是要继续用这一只继续解啦。
我还以为它会一直升一直升，就没有。不，这里比较快。好吃好吃哦，完成。特殊任务是什么？在一次游泳距离于太平洋岛吃掉所有低空鸟。要吃啊，现在才4%，怎么算的？我现在改吃鸟了。好吃好吃。完蛋了。任务越来越刁钻。难，有加码加多少？ 18。好像也没多难嘛。好，我们换个地方啊。换个地方吃低空鸟鸟。往这个方向先吃一波。撞了他，撞了他，撞了他。让我上去吃。我又死了，快点！哦哟，这边超多的，哇，才一半而已啊，才一半有点可惜。低空鸟，我来啦！来呀！哎呦喂！我又死了，不甘心，花掉三颗钻石，他奶奶的！我应该又是被那个给弄死啊！没有低空鸟了，我先下去一下好了。有，我把刚刚那只弄我的吃掉，他不是很秋。啊，不是很秋。知道我的厉害了没？哎呦，想开枪，不要不要不要，不要射我啊！我不好射啊！细喝，细喝，完了，我看一下差多少。哎，完成了，哇！终于完成了，花了我三颗钻石，他捏捏的，我死而无憾了，我可以去自杀了吧？不过呢，我可以来看一下我能坚持到多久啊？哎，那遇到那种 L 级鲨鱼，我被咬一下应该就往生了，让你猝不及防啊！没关系，在这之前看有什么宝箱可以捡。不过这一次我没有，这一次我没有捡那个。我没有开地图啦，所以说我根本不晓得这边有什么、啊、新地区，新地区很爽，靠要超大只鲨鱼，害怕了害怕了，有够害怕的，死呢！Yeah, boy， 看不到喽！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啊！好，死去，笑死我了！我应该可以秒升十等了吧？玩那么久，成绩3629块金币呢，这可不可以升到十级啊？8、9、10级，哇，又差一点，看来不会给你这么的轻松啊。好吧，可惜了，可惜了。不过我觉得还蛮好玩的。好啦，我们今天差不多先到这里结束哦。之后老头呢会一直不断的尝试去让这个鲨鱼任务解完哦。哎，我们最终目标呢，啊，就是获得这一只好了。不知道这一只有没有活动期限哦？希望是不要有啦。这样子我才可以慢慢的去把这一只给弄出来，好不好？各位就是可以期待一下，我把这只弄出来，哎、欸，就是花点时间啊，顺便解锁我们后面这些鲨鱼啊。好啦，一样呢，如果喜欢这个系列呢，左下角的订阅右下角喜欢下方留言。如果你们对于这个游戏有什么建议的话呢，哦、啊，又或者你有什么更好玩的手机游戏？
欢迎提供给老头，在这个影片下方留言告诉我，让我知道好不好？好吧，我们下集饥饿杀世界再见啦，下集见，拜拜。